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神，让我们每一天，我们都有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都听到上帝对我们说话，我们乐意做主的门徒。感谢神，我相信门徒最大的心愿，就是要去使更多的人成为耶稣基督的儿女，让他们的生命能够因着耶稣基督而丰富起来，把他们的生命的主权奉献在上帝的手中。求主每一天使用我们，在大使命上有份。感谢神。列王记下六章二十四到七章二节。此后，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于是撒玛利亚被围困，有饥荒，甚至一个驴头值银八十舍客勒，二升鸽子粪值银五舍客勒。一日，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叫说：“我主我王啊，求你帮助。”王说：“耶和华不帮助你，我从何处帮助你？是从何场，是从酒榨呢？”王问妇人说：“你有什么苦处？”他回答说：“这妇人对我说，将你的儿子娶来，我们今日可以吃，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了。次日我对他说，要将你的儿子娶来，我们可以吃。他却将他的儿子藏起来了。王听见妇人的话，就撕裂衣服。百姓看见王贴身穿着麻衣。王说，我今日若容沙法的儿子以利沙的头仍在他项上，愿神重重地降罚于我。那时以利沙正坐在家中，长老也与他同坐。王打发一个伺候他的人去，他还没有到，以利沙对长老说，你们看着凶手之子，打发人来斩我的头。你们看着使者来到，就关上门，用门将他推出去。在他后头，不是有他主人脚步的响声吗？正说话的时候，使者来到，王也到了，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以利沙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明日约到这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一细亚细面要卖银一舍客勒，二细亚大麦也要卖银一舍客勒。有一个搀扶王的军长对神人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以利沙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感谢神，我们在列王记下六章二十四到七章二节，再一次来看到神人以利沙怎么样在以色列这个危急的时候呢，上帝使用了神人，把上帝的帮助、上帝的救恩带出来。在我们之前的所读到的，我们看到透过以利沙曾经恩待了亚兰的军队，不杀他们，所以圣经说从此以后他们就不再犯禁了。但是这个从此以后不是从此以后就完全不再犯禁了，
不知道过了一年两年或者三年以后呢，又这个亚兰王又再一次派他的大军队再一次来围困撒玛利亚，而这一次的围困是一个非常的非常严重的一个围困，以至于让以色列在他们当中呢，甚至这个已经到了什么这个粮食都要弹尽援绝我们看到孩子们他们要一子而食，一个非常的悲惨一个国家，一个神所拣选的国家，一个理当信靠上帝的国家，他们竟然遭遇到了空前的那个那么大的一个危机。在一个这样一个危机之下呢，身为这个国王的这个当他看到了这些光景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反应。在30节里面这个王是约兰王他听见妇人说了这些诉苦的话以后，他就撕裂衣服看见王就贴身穿着麻衣在那边行走。接下来我们可能看到的反应应该是这个王应该是要很谦卑的来求告上帝。好，甚至很谦卑的他知道在以色列当中有先知有祭司，所以他应该要很谦卑的来到的去请这个以利沙先知过来跟他说，我们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来求告我们的神，看我们在哪里得罪神，我们来悔改，来寻找我们的出路。对，这应该是一个王他是被上帝所立为权柄，他要负起一个国家这个安危祸福这个最终的这个责任的王，上帝所追讨的是王是不是？可是这个王呢，他虽然他好像对自己有自卑了，可是他并不是检讨自己，然后他是这个去甚至是怪罪先知。他说了什么话呢？他说，今天我如果容撒法的儿子以利沙的头仍然在他的这个项上的话，愿上帝重重的降罚于我。我们觉得很特别的一件事情，这个王他竟然是把这所有的事情他就去找到这个先知，他怪这个先知，甚至说今天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一定要找一个人，找到代罪羔羊，我一定要找到那个冤有头债有主，我要找到谁？他不是找他自己，他说我要下罪己招，说我这个君王得罪了神。他不是，他找到了这个以利沙，他怪以利沙，甚至放出风声说，今天我们发生着这些那么大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好，这个好像我们倚靠神是没有用的，这个上帝是帮助不了我们的，所以我就把这个上帝的代言人，上帝的代表以利沙把他给杀了吧。我们会觉得这样的一个态度是不是有时候在我们生里面也是常常重复呢？在你我生命当中，我们发生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怪谁？我们怪教会，我们怪牧师，我们怪我们的配偶，我们怪我们的政府，我们就是东怪西怪的。然后我们有没有检讨我们自己？有没有虚心的检讨？在这样的整个不管大环境如何我们总觉得说是我们自己努力不够呢，还是我们自己有我们的亏欠呢？所以让我们也学习，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不是常常我们是怪罪上帝，怪罪教会，怪罪牧师让我们学习能够谦卑下来，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感谢神，我们继续接下来看这个以利沙跟这个王之间的对话。后来这个王就来找到了以利沙了。好，那以利沙说，这个是一个杀人的凶手，你看他打发人要来斩我的头但是真实的见面之后呢，我们看到王就说了什么话。王说，这个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这样的话好像蛮熟悉的，是不是？好，那我们看到这个王他说什么？他说，这是上帝降灾祸在我们当中。如果连上帝都这样子的不留情的，
这样子的，不顾他的百姓、他的子民的话，那我们为什么要依靠他？我们为什么要信靠他呢？当然我们就想说，他为什么不会谦卑下来说，是不是因为我们得罪了神，我们这地这百姓得罪了神，以至于上帝降灾祸在我们当中？他为什么不说，跟以利亚说，我们一起来悔改，我们一起来认罪，或许上帝给我们机会，上帝给我们机会啊。然后说了一个这样一个态度，如果今天你是上帝，或者说今天你是一个一个牧者，你看到会有弟兄姊妹的反应是这样子的时候，你会不会也因此你的脾气也起来了，你的情绪也起来了啊，甚至你就跟他对立了啊，甚至你就是失去耐性了啊。但是我们觉得很奇妙的是什么？以利沙在这当中他说了什么话？他没有去管这个王，他的态度，他的态度非常的不可取，不敬畏神，不敬重先知。然而我们看到这位以利沙，他却带出的是什么？带出的是上帝的怜悯，带出上帝的拯救，带出上帝要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呢，上帝要伸手介入，要拯救以色列百姓。我们看到的是上帝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面，他如何的来看见他的爱心，他的耐心啊，他永不止息，他70个70次的饶恕啊，像圣经所说的，他是一个恩待作恶的人，他恩待那些忘恩负义的人，他让日头阳光照恶人也照坏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即使在这样的一个过犯罪恶当中的人，我们看到上帝却可以继续的施恩典，施怜悯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上帝的心肠，或是让我们一起被上帝的怜悯跟爱来感动。神一次两次的施恩，要让以色列人回转归回，让我们也从当中来学习，在上帝的恩典慈爱的当中，我们要更早的回转在主的面前。求主保守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让我们从今天的你自己的教训当中，让我们真实的来学习。我们碰到我们许多大环境，我们个人许多的困难的时候，主，让我们先学习谦卑下来，审查我们自己。主啊，我们不是一个怪罪上帝、怪罪政府、怪罪教会的态度，我们要学习主啊，寻求神的面，寻求上帝的帮助。主啊，我们也看到哪怕我们的态度是如此的恶劣，你仍然为我们指引一条出路，你仍然施恩拯救我们，我们真的看到你的恩、你的爱何其的大，鼓励我们、激励我们更深的爱你、信靠你，奉靠耶稣基督名求，阿们。